哥哥张国荣逝世21周年，近日有内地网民指哥哥生前最爱年65岁的唐学德同一个姓氏的后生男子有新恋情，更指对方已经入主昔日唐唐同哥哥的爱巢，并传出两个人找代孕生仔。唐唐今日发出3点声明，首先话我已经搬离同哥哥的旧居10几年啦，而家仍然是独居，而是我同史先生是冇承诺的朋友关系，我哋是两个独立个体。三是我冇找代母生小朋友，你哋见到的小朋友都是朋友的小朋友。他最后亦说，我自问我一生都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我的亲人和朋友，如果今次的行为对大家造成不敬，我在这里向大家致以无比的歉意。